大家好，我是嘎嘉。大家好，我是嘎嘉妈妈。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那海带工作难不难？不难，好的，我们要工作赚钱。难，我们不要。我跟妈妈很怕开车。哦。妈妈开车都没有看路。妈妈，我们去哪里？妈妈都看旁边，但是没有看路。我知道路。你知道路，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？我们去哪里？到了。我不知道妈妈去哪里。应该是在看地。妈妈穿漂亮的衣服。这个地方咱们好几年都没整过的墙。那个是我们地，那边可以不可以盖房子？这个地方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几年前都不能改，国家不让你改，你有旧的房子去拆一下可以改，那个不是这个地不让你改。好的，阿妈地。这个房子好几年，他那个。人家让你改，现在不可以。现在有地，但是你不会盖房子，是这个问题。哎，昨天没做事。哇，今天很多海带。啊，下午要拿起来。下午那里做起来，你看这么大。哇。很多啊。这个工作他们一天500，但是这个很重啊，很重啊，哇！想让做一条高，这个人吃干点，吃到啊哈，又稳了，7公斤，哇，走啊，去干。一天站白能干吗？干吧。休息。好了。妈妈穿裙子工作。这个妈妈。妈妈给我手机。你想几公斤？看你刚转的很快了。太可惜了。哎呀。哈哈哈哈哈。反正刚刚转的难减了。
那边人也跟着，姐姐也跟着，他们现在很开心的。我们两个人来，两个有毛病人不会工作。等一下，我也要。哈哈哈哈哈！到后面来，到后面来。来，给我。你给哥哥呀。好呢。哎呦！哈哈。看见怎么样？好的，一个可以，但是不是一天。天战白呀！你错了，在这里。等我，让他过，放一个。我，放一个。我，一二三四五六。钱赚不赚？要不要？啊，花300不难，赚300太难。哇，花300。来，你救了，哎，救了，哈哈。妹，慢点，别追了。